这可是姥姥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朋友，我求爷爷告奶奶给你弄下来的。公司氛围也特别好，也非常欢迎你能够加入我们。这里是拍摄区。税前月薪3万块，月薪执行100%，评估组。哎，又来。你的天哪！你们组累计加班30小时，你们是分拨睡觉吗？别管别人了，管好自己就好了。我那是个技术活，下回亮点再。